我是农民烧成家老刘的师弟，烧成小哥龚虾。今天的话，我同这个师兄呢，我们一起下乡去烧货啊。我也烧到一件这个产品了，一会的话同这个师兄啊交流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刘啊。现在是我师弟啊，我师弟也是搞那个展览馆的，搞博物馆的啊。那个，那么他们的年轻有啊，他们的知识文化丰富的高，所以我呢还得跟他相互交流、相互学习啊，给大家多多学习说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呢，跟我师弟啊两个人来相互交流、相互学习一下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做了两件作品啊，我们来相互交流、了解一下、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看我们，因为我呢确实是没文化，所以呢要跟我师弟，因为他们有文化的人呢，还得要多多交流。尤其是跟高哥啊，高哥拿去做的，但是我现在呢，因为高哥也很多事情呢，他喜欢呢，因为怎么呢？高哥因为他不搞收藏，高哥只为我们拍视频呢，所以呢，我那个喜欢要我给我师弟，我跟我师弟呢去下说，一起下说呢，所以呢，要把以后收到的好的作品啊，用我师弟来解释给各位粉丝朋友啊，来多多了解嘛，是不是？把那个知识教给大家，学生给喜欢的朋友嘛，或者有些不懂的朋友，首先我对我稍微具体一点啊。感谢、感谢这个师兄的这个培养啊。还得靠师弟吧，我们一起啊。好的。行，那个今天烧了一件这个牌子，请这个师兄啊，帮忙看看好。这个呢，反正那里面还是李小啊，这个是我你本来对这个的东西还是等的五月交不就什么了。这个我的看法呢，是一个清代时期、清中期的一个喜鹊名鸮啊，喜鹊登枝嘛，也是一个青花一个青花釉里行的一个盘子啊。这个但是它价格怎么弄？对不对？又是甜品鸮的话，那个就你拿起来块钱是可以，当然有那个春鸟嘛，有春鸟的，这个你加一个700-800块钱左右，700-800块左右呢是可以啊，吃的。你这个价格呢，应该是买的不啊？这个收过来的话是1000块钱，1000块钱差不多1000。你现在卖的话，这个它可能是因为有群蟹的话呢，因为鸟到群蟹啊，鸟到群蟹了。这个劳务界不容易了，能卖个1200左右，1300左右。这个也是还是应该少啊，都可以卖的。像我这个来了，这个因为怎么了？我说的了，是一个釉里痕的，是一个釉里痕的鱼泡嘛。我那个是品蟹还是可以？也是等多少呢？价格的话呢，也许这个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小，所以的价格还没有这个没到这个级别啊。这个也才这个保存很良好哎，保存量还可以。这个它因为它洗了一下，不去洗的话呢，人家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新的感觉啊。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鱼眼抠门的一个老的。一个小的鱼，但是它尺寸不大，现在价格呢在600-800，我们卖这个尺寸很好啊。这个卖的话也是在800，所以呢你在外面去收的话呢，应该也是那个怎么价格在外面收啊？差不多啊，我们收的话也是这个价啊，应该是600-1000左右啊。那个如果说那个尺寸大一点的话，可能1000-2000也有啊。那个尺寸大一点，对。它主要是这个呢，这个瓷胚啊确实非常好，你看瓷胚非常细腻啊，那胎质非常的坚硬啊。它的这个你看青花的花色是吧，青花入骨了，而且它这种什么呢，这个还差了点，这个进口的料应该是肥禽料啊，有种那个蜡烛啊带子啊，来蜡烛发紫的一种感觉，蜡烛发紫会发红啊，这个差了这个肥禽料啊，差了进口料，所以说它这种啊品质也是非常好的啊，它瓷胎你看这么好。这种的话我们看的话应该可能是电烧的，一个电烧的啊，对，一个电烧的，这个瓷实际烧的不住啊，这个应该市场的话现在应该可能1000左右是有的啊。对对对，这感谢多的，不然有我说你也我们以后一起合作一起相互去说下烧东西的，或者把一些一些作品啊展示给大家讲一下一些历史故事啊，讲一下那个什么材料什么东西做的呢，都交流了，都交流了、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都是有所有的啊，所以我一来还要非常感谢师弟啊，感谢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不错啊，
也是，对对，也是一个名家的，这个是这把壶。这是一个补古文的，这补古文的话是很讲究的、哎、啊，很讲究的。这个有文化底蕴的啊，才会有。补古文的话，在这个清代乾隆的时候是最流行的啊。哎，这个我看一下啊。哦，这个到不了乾隆啊，有点点毛病。嗯，对，还有路乐款啊，这个还路乐款，叫《坤记四柱》啊。上面有字啊。这个玉璧底，路乐款啊，路乐款，这个是也是一个一眼开门的啊，应该是瓦青时候的，瓦青时候的，是有点小毛病而已。啊，有点小毛病啊。没有抠本的话呢，这个啊，买了的话，这个我是买了一个。我多收一个喇叭，他收一个两千五，我说我这个呢，我多收给他去的600块钱，但是他也，能肯不干，我多收给他，我也想700-800块钱，应该价格的话才700-800块钱左右，所以呢，他能有1200块钱，我也不贵不贵，这个老就很少，越来越少，1080那是还是捡漏，给他1080，1080块钱那是还可以，我说我这个是因为他是做的啊，这个花这个很少的，是很好的，很少的，是很好的，很少的这种彩呀，很少啊，这种彩很少，哎，这多是这木彩这个带红的啊，或者这个就是花有的，哦，这个就这简单一点，哎，对，这种叫普通一点啊，普通一点。对对对，也是当地的茶文化，可能是比较好了啊，当时用来喝茶了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呢，要不说我们有盖子了，我们有两百多块钱买的，所以呢，盖子我家里也配一下。我说这个如果你好的没拿，这个也可以卖个7-800块钱啊。他这个是多少来名贵啊？名贵普通的呢？我这个没有盖子，买的比那个200块钱的本地有盖子的话，那是八千多，你也知道，这个价格能卖个500块还是可以的。对对对，是普通东西。师兄们，我就搞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次下乡能收到那么多？向你取经一下，这请教一下。反正我们以后也许不是，我们可以很能合作嘛啊。哎。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你到外面去收东西，确确实实假如你在外面没有收到什么东西，你可以在每个村子说，我也是收老百姓的啊。反正你们有什么东西，我不叫你们吃亏。反正呢，你们我该要给你们的，我就。一定要给他们，又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，哦，不要。你的那个窍门就是高价收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我就说能够吃1000块钱的，我很高兴的时候，只要他们立马拿给我，我1200也可以。哦，你多给几百块钱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我们是不会亏，是不是？不然有些人你知道你亏不了钱，我也难怪了，难怪难怪，就是高价去收啊！我明白了，其实也是现在东西它每次都增值，现在果树改变了，这个是值1000块钱，1000要收了，那可能都放到明年就值1000。对，本来不亏。再放一下，可能就1400-1500了啊！啊，每年都是涨啊！对，没错，对，就是你再说一下，你如果人家有好东西，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话，他也不会拿出来；如果你拿出来了，你给他人家钱，给人家多一点，也许你以后经营也会。这个老板来了，收东西的是吧？你要备些啊！你要有什么东西的啊？都卖给这个老板，所以我们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原来我们老是想捡漏是捡不到的，捡漏怎么捡不到？是不是你人家不拿给你看？到哪个地方都不卖东西的你是你就白跑一天，你有用有些用吗？这样子的，工资有用会吗？是不是？那以后我们呢要读一起去下乡啊？你可以可以，我要读向你学习了啊！对对对，不是了，我们反正也是在打工，也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团队精神嘛啊！我们把所有说下该收回来的东西，我们收回来，多的赚钱的话呢，该赚的钱也要赚。所以说，我们把一些历史传承文化呢，我们先收集起来，收集起来了。这也是以后有机会的话呢，这也是给大家看啊，是的，传承历史文化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业也搞得有声有色嘛啊，希望把这个事业搞得成功，搞得很好，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。我们的那个点赞啊，搜索这个行业啊，反正我们很能合作吧啊，好，我们就是相互欢迎嘛啊，好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关注，欢迎大家支持啊，感谢大家，再见啊，拜拜。